为了能让其小拥有更好的前途，沈若欣给好友辛迪打电话，想让他帮忙介绍合适的工作。然而其小刚出茅庐，完全属于白纸一张，当下最合适留在沈若欣身边学习经验，等他有了工作经验也好跳槽。因为辛迪是职业猎头，所以他以理性专业的角度看待沈若欣的境遇，同时给他提供有用的职场信息。沈若欣爽快接受辛迪的建议，暂且先在行政部磨练几年，结果回到公司时，恰巧看见其小被老员工骚扰，非要亲自介绍对象。虽然大家照样以经理称呼沈若欣，可是都已知道他现在有名无实，哪怕连普通员工的地位都比不上。老员工们找各种借口剥削沈若欣的劳动力，让他忙前跑后，就连齐小也都看不下去，怎料沈若欣仿佛没有情绪，默默地接受一切，每天加班到半夜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。齐小搭乘沈若欣的顺风车回家，没想到他竟与自己住在同一个小区，甚至同一个单元楼层。期间，齐小发现沈若欣的手机有些异样，随口提及关于安装监听设备的猜想，结果这句话让沈若欣突然警觉，联想到崔立新曾经的奇怪举动，瞬间恍然大悟。回到家里，沈若欣通过论坛看见那篇问题帖子，于是立马找齐小调查发帖人的 IP 地址，果然没过多久，便以顺藤摸瓜的定位到宝山区，至于详细地址还需细查。挂断电话之后，齐小神色凝重，并将消息发到沈若欣的另一部手机里，通过两人的对话，足以说明他们是在放饵引鱼。正如沈若欣所料，崔立新一大清早就捧着鲜花来到楼下，试图要为自己编谎话找借口。沈若欣是在看不惯他还在继续猫与老鼠的游戏，索性拿出提前调取的员工资料，拆穿他所作所为。齐小不理解沈若欣为何放过崔立新，本来应该可以跟刘佩讲清楚，自证清白，但是沈若欣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或许崔立新忍受不住内心煎熬，说不定会亲自找刘佩说明情况。品轩合作方拿来一大堆资料，李总安排沈若欣负责归纳分类，齐小主动过去帮忙，看着他坐在地上忙着工作的模样，忍不住看得入迷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齐小会经常充当沈若欣的护花使者，同时好奇沈若欣如何做到受欺负也不生气。经过再三考虑，崔立新约沈若欣在初次相遇的地铁见面，聊起两人从相识到相爱的经过。正是因为这次谈话，沈若欣终于明白崔立新究竟有多么爱自己，总会在不经意间表达出关心，只不过爱的方式太过极端，足以说明他应该是个好人，可惜并不合适。沈若欣心情沉重地来到公司，决定就让视频的事情翻篇，不再追究。尤思佳与沈若欣关系很好，再加上曾是他的得力助理，所以遭到软叶的故意排挤打压，沈若欣鼓励尤思佳坚持下去，至少卡到实习转正，并且让他将克莱公司合同中的漏洞找出来，拿给软叶邀功，足以保住饭碗。办法虽好，
却能让阮叶找机会刁难沈若星。齐晓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逐渐对他改观。沈若星听到齐晓聊起母亲，不由想起自己的妈妈，于是在下班后前往学校找她，奈何沈母还对之前的事情耿耿于怀，没有接受沈若星的道歉。